韭菜，等一下要去南科的素福农场，就是之前就有开放。南科素福农场，它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5点，门票是一个人60块，算是还蛮便宜的，就是有一些小东西。哎，它可以坐吗？小火车，对啊，我等下去它坐，我等下会再经过这里。可是它是连在一起。哦，好大只的恐龙。鸵鸟蛋，不会只有假日啊？只有假日？什么？只有假日才有？今天白跑一趟。哇，我不知道大家今天。是平常是啊，六日才会开放那个农场，那我等下就去那个旁边有一个恐龙馆那边看看，然后顺便坐小火车。那这边有一个恐龙化石，蛮大的。哎呀，可惜了。居然没查到资料，他六日才有开放。那边还有一个恐龙馆，啊，可以坐看那个恐龙，然后有一个电动恐龙。嗯，那应该是要大人陪同，人多，很高很高。嗯。120啊，大家看一下吧，它免费啊，我们。喂，旁边没得。如果想下来就走进去而已。嗯。等下做，还没写，要投多少钱？好吧。一个人做。可是他有说，请勿12岁以下不要单独。哦。对啊。这是可以人报名的课。
在漫画赛50块坐了一圈，小孩子应该蛮喜欢的。颠簸的火车。